外面经过了。本月十日，本分局接获永和分局受理转报一名30岁男子他说他在日前在脸书上发现真彩的广告经对方联系之后约在本辖三支区的某个社区来面试一见面就遭受没收证件及手机甚至限制行动本分局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荷枪实弹前往攻坚救人在屋内查获了41岁及27岁的陈男等两名涉嫌人并解救一名38岁的阳性被害人经过溯源追查在13日分别在桃园市新北市拘留主嫌30岁的陈男以及25岁的徐女还有协助湮灭证据28岁的姚男26岁的林男等4人举案举行后依组织犯罪妨碍自由洗钱方式法诈欺毒品等案移送市里地检署侦办经本分局调查陈显等人在脸书社群广告以简讯方式发送真彩以及借贷的广告吸引有工作需求或资金缺口的民众上门当被害人面试交出存折及证件的时候就会立即被没收遭囚禁再利用被害人的网络银行的账户从事诈骗及洗钱的不法行为警方救出的被害人初步检视未遭受殴打及凌虐身体也没有明显的外伤。